哇，真系好虚撼喎！天气几热都唔够呢度人气热啊！嚟出热闹嘅市民啊，都系一家大细啦，有啲同班 friend， 有啲系一 pair 一 pair 嘅情侣齐齐出动参与呢一个一年一度嘅社区盛事。我哋动力小组嘅动力夜市咧，就今年每日有三日。点解呢？系因为上年咧两日真系唔够玩嘅，上年我哋有成100,000人口出现嘅，咁我哋今年咧就会 expect 有成150,000人到场嘅。咁大嘅场地，我哋去边度先呢？我闻到有臭豆腐味，行快啲啦！使乜咁擒青啊？成百几个摊位啊嘛，慢慢食，慢慢睇，好物寻归底啊！啱听，呢一串龙卷风薯片几特别，成串唔断噶。樽姜烤羊肉哇，几正喎！排队整翻串先。哇，各地风味小食应有尽有，每个摊位各显神通，精心炮制，令人耳仔喐喐，食指大动啊！好热闹，好高兴，好有即系年轻人嘅即系活力。It's a lot bigger and a lot more interesting things to see. 啊，除咗有嘢食咧，仲有嘢卖，有嘢玩，有 show 睇添啊！精巧独特嘅手工艺品，礼品真系琳琅满目啊！纸网捞鱼仔，喂，几好玩啊！喂 ，Sarah， 有冇发觉咧 ？Night Up 咧，除咗吸引咗好多华人之外咧，而有唔少其他族裔嘅面孔。你睇呢边啦，嗱，呢啲嘅年轻画家咧，差唔多完成佢哋嘅作品啊，等阵咧就会攞出嚟拍卖噶。原来呢一度人气至旺。NBA 冠军 Spurs 嘅超级球星 Matt Bonner 咧嚟咗添啊！喂，米酒保啊，签翻个名先。喂 ，Sarah， 今年咧动力夜市仲为 Make a Wish 筹款，为病童咧达成心中嘅愿望添啊！今年受惠的是华裔病童 Justin， 这么多人捧场， Justin 的愿望终于可以达成了。